Nothing. 超雾的，看不到东西。好吧，只能拍人了。哦，这是佛手，五指山。啊，到处都是人，又雾茫茫的。那前面那应该是两条腿。这应该是仿造那个复活岛的吧？第一次出门下那么大的雨。有啊，天气啊，太不适合这么大雨，真的。啊，好像是因为台风啦。天晴那个月。我老公家九月到十月，十月到十月是他们的雨季啊。哦，好冷。裤子都湿了。走楼梯比较不会滑。
哦，这是一个迷宫，我怕等一下走不出去，走一下下就好了。这条路应该是出去的吧？夏天来应该是不错，不要雨季来了，太可怕了。哎，果然出来了。那些应该是高丽菜，现在雨超大，所以我这边几乎都没有什么人。斜着的火车，这火车是斜着的哎。哦，是的。他妈妈嘞？他妈坐三楼啊。都坐满了啦。哎呀，不用他在这里上来。哎，等一下。哎，有他在。